大家好，我是老侯。那我们玩这个帝国联盟哦，我要抽奖了。那先要抽的是这个联盟战宝箱哦。联盟战宝箱的话，联盟战宝箱有看到，平均要一个月才能抽一次哦，要打赢很多场联盟战哦，积分才能到25，平均要一个月才能抽一次。那我希望可以开出好宝哦，这个要看运气哦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好宝。好，我们勇敢的点下去。哦，保暖帽哦，很好很好，这是很好的转职道具。史诗召唤令牌哦，这个也不错。好，啊，我有一个保暖帽，保暖帽哦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把帽点下去，好，然后个召唤令牌哦。好，史诗召唤令牌最好的是抽到四星的部队，不过那个大概。抽100次才能中一个，然后抽看看有没有。哦，工会骑士三星的哦，还不错啦。哦，好，来看一下哈、哦。我在有这个游戏我是会长啊，所以是秋老侯新手团。如果想要玩一起来玩的，可以一起来玩哦。好，那我们的这个队员都会聊天哦，我们的这些会员都会聊天，我们会员来到世界各地，还有台湾各地，还有香港的哈、哦。那我们看一下哈、哦，首领，你的杯数为什么快碰底了？哦，因为我都没在打，我现在在玩别的游戏，我的游戏变得有点懒，哎。好，他这个杯数要碰底，就是哦，我在这边哈，我在这边，哎，我这边哈，这个是我哈。那后来那个杯数就是你可以跟人家 PK 哦，跟人家 PK， 你的这个点数就越来越高，你越来越高，点数越高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哦，你就可以你可以抽比较好的宝哦。但是我最近比较懒得玩，所以我就也有点摆烂这样子，哎。啊，总之这一次抽到的宝不是很好，一个月才哎、欸，哦，看一下保暖帽哦，保暖帽，升等哦，好，保暖英雄哦，这个要升等要用这个，哎、欸，保暖帽在这里哈、哦，升等，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可以升等哎、欸，这個、可以升等哦，好。那今天的运气也不好齁，没有抽到什么比较很好的宝齁，那下次有机会再录齁，谢谢收看。